欢迎收看频道，我们今天玩一玩爬楼梯游戏啊啊！不过这个楼梯呢，不是普通的楼梯哦，它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楼梯啊！哇，你看这楼梯高到已经到外太空了，哇，真的是感觉上应该很难完成哎。不过呢，你看上面这里有人完成了，不过呢，真是很少很少能完成啊。通常的人呢，都是在这个下面那里也就掉下来了。所以这个应该是真的是很难完成的一个任务啊，所以今天我要挑战啊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到吧。 OK， 那么的话如果我做不到的话，我就一直会玩下去，玩到我挑战到成功为止啊。 OK， 那么我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游戏开始吧， Let's go。 OK， 那么首先呢，现在已经来到晚上啊，这个游戏呢有早上和晚上的那个时间变化啊，所以呢我觉得蛮不错的。然后呢现在这里呢，哦，有人爬上去了，我觉得好多人都是卡在这个地方了，你看是很多人掉下来的，你看怎么那么难爬吗？我就来试一下吧。OK， 我这里就爬，然后这里有个互动，互动什么东西啊？不清楚，我就上去。哎哎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才刚刚爬到一点点而已，我怎么就掉下来了？哎 ，OK， 这款游戏呢，我知道怎么玩的，就是呢，如果你听到有声音的话啊，就是有一个咔咔咔咔咔咔的声音的话，你就不要动啊。如果你动的话，你就会掉下来了啊。原来是这样玩啊，那其实应该也蛮简单的吧？我就来挑战，继续挑战，来。就详细听那声音吧，来来来，哎哎哎，听到吗？有个声音就不要动 ，OK OK， 没有声音了我就爬啊，觉得应该蛮简单的吧？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有人，哎，有人有用绳子挂着了，哎，这是安全锁吗？这个叫做 ，Oh my god， 这个就哦，就是那个部署那个储存绳子啊 ，OK， 应该是安全的东西吧？等一下，他会撞到我嘞，你看我已经卡到一半了啊，等一下，哎哎，等一下，哈哈哈。哎，这个游戏刚刚我不知道为什么啦，它会移动嘞，是风吹的关系吗？还是人撞到人的关系啊？哎，好像很难挑战哦，我就继续吧。我觉得这个部署绳子还不需要用到吧，我们迟点再用到吧，爬高一点先吧。我要存一点绳子啊，因为我们只有五个而已啊。哦哦，声音声音声音，哎，说哦，等一下，这个培根头，等一下培根头，你这样上去了你 ？Oh my god， 是开外挂吗？哈哈，哎，不可以作弊啊！回来了，培根头。喂，那挺样子的，哈哈哈！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有一个人，哎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被挂着了吧？等一下，啊啊啊！他掉下来的时候呢，他会撞到我啊 ！Oh my god， 这个有点难哦。等一下，你走动，哎，忘记了，没有忘记，等一下啊 ！OK， 等一下，冷静点。我刚刚忘记听声音了，OK， 等一下 ，OK， 再高一点的话，你们看到吗？刚刚有这些小鸟吗？还是老鹰啊、乌鹰啊什么东西啊？是鸟的东西吗？这个应该不会撞到啊！等一下，等啊，真的是啊，不能撞到它，撞到它的话还推我下来呀、啊。OK， 这个有挑战哦，我喜欢。来，我觉得我可以。哎，啊，等一下，哎，爬上去，快，上点，哎 ，OK， 等一下啊 ，OK， 上。可以啊，哇，这个鸟好多鸟哦，这鸟可以放少一点吗？这太多了吧！啊，等一下，啊，皮更多，啊，你好啊，哎呀，哇，这个好难哦，这个 ，Oh my god， 我才爬到几高而已啊，刚刚应该是爬不一半都不到吧 ？OK， 现在来到晚上喽，哦，晚上感觉上还蛮有气氛的嘞，感觉蛮恐怖的晚上。好像有一些都市传说要出来了。到了晚上呢，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个小鸟会来撞我没有呢？应该会吧。哇，晚上的时候应该很难看到吧？我们就继续爬吧，继续爬。看到小鸟了，哇，很难看哎。我这里部署一个绳子先吧。等一下，哎，怎么怪的？我只是部署一个绳子吗？怎么我会跳下来样子啊？哎，怎么怪怪的？哎，等一下啊，我卡这了。Hello。等一下，我这里要怎样？等一下，部署绳子我要等一下，这个部署绳子有什么用啊？我部署绳子之后，我整个人掉下来嘞！我的嘿，这是废的吗？没有用的吗？这陷阱吗 ？Emotional damage！ 哦，等一下，我看到了这个培根头，外挂培根头，你看这些外挂作弊者，这真是你看，哈哈，很像神仙这样子哎，这个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怎么一直跟着我啦你？这个外挂，走开啦！可以不要打扰我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啊，怎么掉下来了？他可以干扰我吗？应该不行吧？哎，等一下，哦，我没听到声音。哥哥，你们看到吗？差点撞到我，个小鸟。OK， 我觉得我要这样子看啊，这样子看的话，应该比较
比较容易看吧。OK， 我们就爬上去，哎，杀杀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哇、哦，好难好难好难，真的好难哦。OK， 爬爬爬啊，快快快快快快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啊，我可以了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继续继续啊，现在的高度呢，一半都不到嘞，哇，下面已经看不到了 ，Oh my god， 我一半都还没有到嘞，看才几多四分之一吗 ？Oh my god， 太高了吧，这个地方。哇，等一下有人掉下来，哎，等一下又是他，哎，这个外挂走开啦，不要打扰我啦，你走开，哎，啊，晚上了，晚上了，好难看呢，现在，怎么办好？啊，我小鸟，小鸟是乌鸦，哎呀呀呀，哎哎哎哎哎，抓好哎，抓好哎 ，OK OK OK， 哇，好危险哦，真的，哦，黑黑的晚上的时候，什么看不见呢？Oh my god！ 哇，超危险的，真的是超危险的，超恐怖的，感觉上好像是 SCP 的怪物样子哎。哇，现在除了那个外挂的话，我是排第一名嘞。哎呀，不错哦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这个地方好像是没有个鸟嘞。哎，没有鸟了耶！ Yeah! 我们就专心的爬吧，这里。哎，爬上去，爬上去。OK OK OK， 我觉得不要部署绳子吧，因为这绳子的好废哦。刚刚我部署绳子之后呢，我整个掉下去哎，所以就不要部署了。我们这里就听声音啊啊，听声音。我觉得这个蛮简单的，应该现在这个高度应该是安全的吧。OK， 继续上，继续上，可以的，可以，可以。哎呦，差点，差点！那外挂怎么一直跟着我啦？你不要跟着我了啦！哎，我到一半了吗？哎，我到一半了，耶！哎，已经完成了一半哦。上面看到有人掉下来耶！哎，哈哈哈哈。OK，OK， 我就上去，上去，继续上，继续上，加油，加油！可以的，可以，可以的。哦，后面有一个人跟上我嘞！哎，好快哦你！哎，怎么那么快呀、啊？慢点啦，不要追上我了哈！哎，等一下声音怎么一直出来呀、啊、？OK， 他已经超越我了，好像很快哦哈！哦，等一下被鸟撞到了 ，Oh my god！ 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哇哇，哎，啪啪啪啪，哦哦，呜呜呜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哇，什么东西啊？不要不要不要，我爬到很高啦，抓着抓，啊哈哈，我掉下来了。我爬到一半了，刚刚不是一半了，已经四分之三了，怎么突然间掉下来呀、啊？哎，我被小鸟撞到吗？我差一点啦、啊！喂，等一下，哎，哎，怎么回事啊 ？What？ 嗯，突然间消失了，哇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突然间整个楼梯不见了 ，What the heck？ 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还是说有外挂？还是外挂在搞怪呀、啊？刚刚我试了几次，就是一直掉下来，都是有外挂在那里，在爬上去最高那里，不知道在做什么嘞？是有关系到的吗？嗯。One hour later。OK， 现在呢又来到了四分之三哦，差不多到终点哦。OK， 现在呢，它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多了，我鸟的好像越来越多啊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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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K OK， 还安全，越多声音了，越多个鸟了，哇，真是越困难哦。OK， 现在的外挂好像是没有了，我、哦、现在呢是排第一名啊！耶、yeah, ，那么的话啊，等一下小鸟，不要小鸟，我是朋友，朋友不要。不要这样子哦，朋友啊！我要到终点了，你们要给我一个机会吧！啊，不要给我一个机会，好多鸟哦！喂，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鸟啊 ，hello 啊，不要再撞我，好多鸟啊！真是要拉后方看清楚哎，不然的话真是很难玩呐、啊。如果你拉到啊静静玩的话，真是看不清楚了，真是要拉后方看的。真是好、啊、难哦！上面果然是叫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。不过的话，我们现在要挑战成功啊，我觉得我是可以的，所以我们就努力吧，继续努力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哎呀，我等到我好 ，Oh my god！ 我楼梯抓好来哦，朋友抓好来，来来来，抓好楼梯，不要再掉下去，很难爬的这楼梯，你们知道吗？真的很难爬的，小鸟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人类而已耶，我没有翅膀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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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抓好来抓好来抓楼梯，不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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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差不多了，哎呀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你是可以的啊！不要小鸟，不要小鸟，我是你的朋友，不要乱乱撞我啊！森林来了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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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啊，我呀！啊OK， 我已经突破了，各位观众，哎哎哎哎哎，哦哦哦 ，OK OK， 冷静冷静点啊，到上面了，要到终点了吗？哎，还没有啊，这是 checkpoint 吧 ？Oh my god， 还有一个 CC 的这个更难呢 ，Oh my god， 这要怎么办呢？哇，各位观众，好高哦，这里，哦、哇。OK， 我觉得这个上去的时候呢，好像会被小鸟攻击哦，所以我们要快速嘛。哎，等一下，哎哎哎哎，哇，这好难哦，要怎样上去呢？我们这里再继续上去先，爬上去。等一下，小鸟经过先。OK， 经过的时候，快，上去上去。OK， 爬上去啊。哦，这里会被小鸟攻击吗？哎，这里我们要怎样上去啊？这里，哎，等一下要卡住了啊，这里要小心。哎，等一下我会卡这下面，对，等一下跳上去，哎，等一下我脚卡这2000年以后 ，OK， 各位观众，现在呢我又回来了最高地方啦，那么现在我们就继续加油吧，还有很高地方要爬嘞，这声音一直出来很难玩啊，这个声音，哎，这嘎，我爬不上去，啪！啊！快用我的绳子，存绳！哦 ，OK， 我们这里要怎样啊？存绳，给我跳进去啊！给我跳进去啊！啊，爬进去！啊！对，这样子，爬上去啊！就是这样子啦！啊，爬着，给我爬着 ！OK， 我们回来了。那么的话，这一次呢，这个存绳呢，终于有作用了啊！就是你掉下去的时候才来用啊！啊，才有作用啊！看起来蛮怪怪的，不过没关系吧，我们就继续上去吧。这里这次要成功，这里很难上哎，因为呢它这个洞呢会卡着啊，好烂哦，这东西。声音没有了 ，OK， 爬上去，快跳上去 ，OK， 你看可以卡着，你不要卡着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好难，哎，先卡一次，先不要动，先冷静点，慢慢的走啊，我慢慢的。慢慢的上去，给我爬上去，耶、yeah! ！爬到了，啊哈哈哈哈！我们这上去吧，啊，要到终点咯，等一下，这里好像很多鸟哦，很多鸟哎，啊，就忙啊，这不要不理了，我直接上来，好难，超难的，这好黑哦，什么看不见呢？那鸟好快跑到。我觉得要等早上先吧，我们这里就爬这先等早上吧，因为早上呢比较亮了，那么的话现在应该看清楚了吧 ？OK， 我就拉远一点，我看那个鸟的怎样跑呢？鸟有些有快的，有慢的，好难哦。我们这里就爬，这里等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声音，哎呦，又掉下去，等一下啊，卡着了，啊，跳上去，啊，跳，啪。哎呀，就暂时先玩到这里先吧。哎，为什么我要玩这种挑战？哎，不是挑战，是这种虐待自己的游戏啊 ！Oh my god， 我已经花了2-3个小时时间在玩这款游戏嘞。我觉得就要很有耐心吧，才能通关啊。我这个人呢，真是没有什么耐心啊，所以呢，算挑战失败吧，还是算成功呢？我已经成功到差不多到顶了嘞。哎呀，各位观众。鬼观众，那么你们成功挨战了没有啊？如果你们成功的话，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哦。你们花了几久的时间啊 ？OK， 那么影片到这里结束吧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就点个 like 订阅频道哦。那么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哎呀